华城因为历史殖民地的原因，曾是东南亚最大的毒品产出地。在经过长期帮派混战之后，南亚人帕拉迅速崛起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贩毒网络。传闻帕拉在近日内将会与金三角第一毒枭昆托交易，以彻底奠定自己在华城的地位。与此同时，联合调查组通过潜伏在帕拉身边的卧底也收到了这条消息，并将这一消息同步了华城警方，双方决定一同协作抓捕。根据联合调查组卧底警员提供的情报，今天晚上帕拉将前往华城码头进行一宗毒品交易。帕拉的交易对象是长期隐藏在金三角的大毒枭昆托。今天晚上，昆托将携带1000公斤四号海洛因抵达本市。这好事啊，你看你胖的都没人样了，好好减减肥啊。开工了，上车。啊，赶紧上车干活了，快！我们一定要人赃俱获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是。三国的时候，吴国的孙权派使者给魏国的曹操送来了一只大象。曹操看着这头庞然大物，相哥问了这些人一个问题：你们谁知道这怪物究竟有多重呢？忽然从这人群中跑出来一个小孩，小孩当时只有7岁，他叫曹冲，跟着曹操说：父亲，我有办法把这个大象的重量给称出来。160、144、145。曹操就更好奇了，就问这曹冲：“你能有什么办法？”这曹冲呢，不紧不慢地对曹操说：“父亲，你把大象放到这个船上，然后……”不好意思，感谢昆托先生的信任，我们这次合作非常愉快。那我就先告辞。哎，你不想听完我的故事吗？昆托先生，你的大象我已经称过了，逐斤逐两，没问题的。这故事咱们下次听啊。哎。
别忙着走。哎，我再跟你换一个故事。有人串通华城的警局，要在我交易的时候把我一锅端了。既然能赴约而来，就是因为我相信你。作为华城毒品市场的领头人，是不会无耻的与警察合作的。那你就错了。与警方合作才是游戏规则。所以你把我给杀了，你也跑不了。那你知道吗？这条游戏规则是我建立的。你利用警方把我铲除了，你就可以控制金三角的一切了。别以为警方里你有朋友，难道我就没有吗？你现在出去看看，看看他们到了吗？这次结束了，打算跟嫂子求婚。今天结束以后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又塞我一堆狗粮。哎，没事哥，自己人。
先别说话。二号仓库的灯塔是一个特别好的聚集点，但是我的人可能不会准时到达。如果一旦我这边出问题，你一定要随机应变，啊！知道。 请我吃饭，臭小子，你瞒着我啊！别动，手举起来，自己人。 5年前的世纪交易中，帕拉死亡，昆托逃回金三角，毒品被分散到各个地方，联合调查组损失惨重，陷入困局。随之，南亚帮崛起，占据了华城主要市场。 龙哥，福，大卫哥，少了。这两天酒吧临检，客人们都不敢买货。我不听故事，我只看数字。过来，二天。
龙哥。2天够吗？2天，没问题，龙哥。2天我把钱凑齐。我是说，给你2天的时间通知你的警察同事。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人告诉我身边有内鬼，结果我眼睛一睁开。就出现了。警官，我没骗你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警官，警官，警官，走！哎，我都想起来了。都想起来。大哥，你下手够狠的，差点给我打残了。做戏要做全套。那招没招啊？毒品就在梁龙的酒吧里。那行，那我没白挨打。谢元。愿赌服输，真行。梁龙的酒吧最近一直比较安静，不知道这小子在搞什么名堂。靠宫里说，今天有新货回到。目标人物还没有到位，第一组你们继续保持距离。收到。第二组你们继续蹲守，等我命令。第三组，你们继续隐蔽，有什么事情及时跟我汇报。收到。啊，再赌一把。赌什么？你看啊，这个酒吧就两个出口，一会儿我们的人从正门进去，你觉得他们会从哪边跑出来？正门还是后门？谢谢你啊。你这可不是跟我赌钱，你是送钱给我。你快点选一个。那肯定是正门啊。正门是大路，后门是小路。是我就从后门跑。正门离酒窖最近，毒品就在酒窖里，后门出来只是一条小路。如果你是毒贩，你会从后面跑出来跟那堆警察赛跑吗？我肯定选正门，一出来啪开一枪混进人群里。嗯，杨队，有情况。走。阿天。
廖警官。愿赌服输。去哪儿啊？美食街。我是一家酒吧，刚刚发生一起爆炸事故。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、4人受伤，2名警员在事故中牺牲。爆炸的原因，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。阿喜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画完画自己要把东西收拾好。阿喜，跟你说话呢。目标已出现，快过来。什么目标？快点，过来就是了。就是他，那个人我已经盯他很久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内科20的护士长，30岁，巨蟹座，话不多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没有男朋友。你想干嘛？你不是问我，病好了最想干嘛吗？干嘛？我最想让你给我找个妈。要是觉得合适，你就留下来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今晚他会值班为我打针，到时候你自己把握机会。打针打针，我先打你屁股，打你的屁股，说多少次了？去把东西收拾好。好吧。打针。阿喜真乖，疼不疼呀？我问你疼不疼呢？打针不疼，气得心里疼。明天再打一针啊，你就能出院了。出院了？出院了，我们就没机会了。早点休息吧，有事记得按铃。哎，谢谢护士长。我说沉默，你怎么就这么笨啊？你不会开口问个电话号码吗？人家不是说了吗？有事情按铃啊。按铃是我和他的事儿，电话号码是你和他的事儿。好，打完针你好好睡觉啊，乖，好好睡觉吧啊。爸，好疼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人都走了。阿喜，阿喜，护士。好疼！张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你女儿的肾功能持续衰竭，病情会进一步恶化。如果不及时进行移植手术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上次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那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陈先生，你要相信我们医生的判断，你女儿的病确实不能再耽误了。张医生，马上动手术，我去取钱去。你个沉默，原来把钱都藏在这些地方，拿来。
还不行就去了吧。我一连看都不敢看我，你肯定没什么好牌。这样，我接了。扮猪吃老虎啊你！钱马上就凑够了。行啊，行，真爽。兄弟，那边有人出老千。有人说你出老千。哎。这里有人出老千啊！不是，这不是我的。哎哎，滚滚滚！干嘛？就是他，姚队，你有了资料。这个陈默是个出租车司机，有个女儿身患肾病，正在医院等待肾移植。衰仔，这个发动机磨损都好犀利，要扣10,000啊！唔喺我家里啊，磨损都很厉害。仲有啊，你这个保险杠啊，像假的一样，你装上去一碰就掉下来了。还有这个玻璃啊，找这么便宜的货，摇都摇不上来呀。行了行了，你就说多少钱吧。看到咱们是朋友的份上，我给你50,000。这么少啊？你还嫌小啊？去年让你卖你不卖，去年可以65,000的啦。我还是看在朋友的关系分享啦。哎，行了，给钱吧。不是给钱，这是正规买卖，你得先看个合同。把合同看完了，签个字，我就把钱给你啊。哎，杨老板。哎呀。昨天约好的啊，对对对，你修完了给我打电话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记得开收据啊，开票据。对呀，昨天打电话没说开票据哦。那我怎么跟保险公司理赔？我知道你要理赔，但是你说的价钱不是要开收据的价钱。那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开收据。袁老板，你要知道我们小本生意都不容易了，给你开收据的话，我就赔本啦。我也不容易啊，你我不管。来来来来，我不管，我慢慢跟你说，不着急好不好？你看你都出汗了。我不管，哎，别着急了，再多给一点点吧。政府是要发展旅游业，但是孙先生，你作为一名移民，首先要了解这里的情况。是，那孙先生，我不是吓唬你啊，这种流血事件在毒品泛滥的华城是经常发生的。你在这可以没车没房，但是真的你不能没有保险。我呢，喂。喂，
都没坦诚单子，原来是你的扫把星在影响我发挥。张小姐，这么巧啊，来吃饭啊。坐坐坐坐。房租？没有。这都几个月了？哎，张小姐，先别着急嘛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笔生意。什么生意啊？我想买一份保险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，怎么样可以拿到最高的赔偿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需要钱。你看我那车可不可以？就你那破车，开到海里都不值几个钱，掐着你这烂命还差不多。我怎么没想到？错，知道在刹车上做手脚，不过据我所知，你这么做是为了加速轮胎烧坏。怎么样看都是一个人为制造的车祸。就算我不阻止，让你骗了保，他核查完，再给你汇钱过来的时候，我恐怕你的女儿……你谁啊？你叫陈默，是一个赌徒。你为了200万。连命都不要了。不是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救你的女儿，你愿意跟我赌一把吗？切，我看你也不像一下子能拿出200万的人吧。我赌，别开心的太早，你赢了才是你的。赌什么？赌你是另外一个人，不是陈默。那我谁啊？洛翔。你不用想太多，其实没那么复杂，你只是做梁龙的左膀右臂。这个计划叫暗夜计划，找你做线人是我的个人行为。对不起啊，这件事情我真帮不了你。你怕死吗？一分钟前不是死过一回？你女儿的事情我知道，你不想开开心心看到她长大吗？你现在多犹豫一分钟，你就错失了他一分钟生存的机会。你觉得他还能等到下一次的换肾吗？
可是那些毒贩真的太吓人了，他们要是知道我女儿，她肯定连命都没了。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会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去保护我们的线人，还有他们的家人。你凭什么保证你能保护他们呀？这个华城有这么多毒贩，根本抓不完。对不起啊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不当线人也犯法啊！违反保险法规，伪造现场，破坏公共财产。我们的警员出去巡逻两圈，马上就得回来，因为连油钱都加不起了。真的，进来。这来人了，不跟你说了啊。李警官，沙副局长好。欢迎欢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什么都不干，专程就为了等你。来来来，坐。等一下啊！哎，轻点，轻点啊！别弄坏了。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东西挺贵的。我干！警官，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调回来吗？政府准备把华城改造成一座旅游城市，加快经济发展。那旅游城市最需要的是什么呀？安全、服务和稳定。然而呢，华城其实也受金三角的影响，想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，改变大众对华城的印象，很难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有人向我提建议，说华城需要一张名片。咖啡。而你啊，就是这张名片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看啊，你是警队的形象代言人，又是缉毒先锋，我相信有你的存在，对那些犯罪分子啊，尤其是那些毒贩，一定会起到一个震慑的效果。同时呢，对警队的同事们也会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。所以我就向上级申请，把你给调回来了。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。来，喝点咖啡。哎，你知道是谁向我提的建议吗？这个人啊，按说你们俩还很熟。五年前，你们俩共同破获了一起案件，就是昆托那个案件。哎，廖警官，廖永嘉。对啊，而且呢，这次他是你的上级。沙副局长，我想申请调组，我不能在他手底下做事。怎么了？他是疯子。李警官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啊。廖警官这个人呢，办事是有点激进，脾气呢有点古怪。但是你想啊，在华城，如果办事不拼命，哪儿来的功绩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相信我，跟着他，你这张名片会更响亮。啊。廖队，你的文件。哎，阿天的死亡时间确定了吗？法医说死亡时间是发生爆炸案的两天前，第一作案现场不在酒吧。廖队，有新的发现。廖警官，余生海报道。先把所有的监控死角找出来，要重点排查。抱歉，我本来昨天就该来的。哎，你先别查了，去那个鉴定科
把炸弹的报告取过来。是。怎么了？我昨天来的时候遭人报复，中了一枪。我是怕影响工作，所以说今天来向您请辞的。廖队，昨天你带回来那个人说要见你。哪一个？骗保那个。找寻自由的爱。